啊，你不要打，不要打比赛吗？啊，别紧张啦，二十分钟就GG对面了。躲机突击大神，要不要报道一下？还要输了。你们帮我报道啊！有没有你账密？怎么帮你报道？哦，你报道什么鬼账密？你抖地突击是用你的哪个账号进去啊？他不是要用自己的账号才能报道吗？对啊。哦，我账号被锁了，怎么报道？哎、啊、呀，抖机啊！不然你怎么加入 TFA 的？我把它改成抖地突击了。哦，那就直接按登录就好了。你有巴姆特账号了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奶茶，你有统神的账密吗？没有。对啊，那要等统神自己报道啊。换黑屏给人家账密啊。他的账密哦。对，你点我 SK 的网址进去。你们就四个嘛，里面再讲就好了。哎呀，还有时间限制啊，45分以前报道。对啊，你可以打。每个人都报道，一个人报道就好了。要都报道哈。进来啦，人家这个很专业的，很专业的联赛。专业个屁啊，低能儿哦。一个人报道要比就一定要有五个人，难道说一个人可以？也是啊，统神说的有理啊，只是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。干！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了。为什么精英选手可以任意更改，然后其他人不能随便更改昵称？干他妈的！瞧不起钻石啊、喔！阿栋来没回来哦、喔？有他报道，他报道了啊！王子嘞？点 Skype， 点 Skype， 我们现在这个。所以你刚怎么为什么要干？复活了，他还是弹出来啊？没有弹出来啊！啊，王子哎、欸，对，点了 Skype 啊，点了没反应啊？哇、哦，怎么可能？真的、啊？你要不要把？你 是开太多东西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用我电脑？没有啊，谁用你电脑？还是你私密给奶茶上密帮，要帮你？就他里面报道啊，都记住记大神，就黑屏密哦，打给我啦，烦死了。好啦，等我死下一次。哎、欸，那个8:44的时候，你跟我讲一下。你洗下已经40分了哎、欸。别紧张啊，我正要逆转。干44分哥无言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，我第一次看到做北蓝的人哎、欸。没有，你说排 solo Q 就算了，然后还有一个44分才要报道的。然后等下没报到已经说干垃圾 ESR 慢个一分钟也不行，跑不出来啊！那谁要拍 RP？ RP 不用拍吧？随便一个，他只要结算画面就好了。对，他只要结算画面有人拍照就好了。他跑不出来哎、欸，那不是我不进去，那网页点不出来啊！我点了他，好，等一下你就把上面给。我们其中一个人，我们帮你。别闭嘴了，我在开实况了。是不会黑屏哦，乡巴佬。我为了你，我今天没去唱歌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。又去唱歌。我今天把他唱歌啊，欸、打比赛就没去没。我为了你，我刚才吃饭吃到一半回来。对啊，嘿啊丢啊，嘿啊丢啊。我看一下开了没？哎、欸，还是没开、欸。看这个网页有问题啊。他的网页有问题，怎么点都点不开、欸。好啦，下几分？41。好啦，我奶茶，我传简讯给你。传赖不会啊？赖好像会被看到，我记得。用手机传会被看，会被谁看到？赖不会啊，你用赖啊？是吗？嗯。我怎么记得赖会？会被谁看到？要不是就会被谁看到？你老爸而已啦，会被谁看到？只有你手机被翻才会看到吧？就你老爸看得到而已啊，谁看得到？那为什么老爸看得到？啊，你老爸翻你手机就看到啦。你脑袋攒一下好不好？我找不到哎、欸，奶茶，你先赖我一下。太多妹子了、那個，太多妹子找不到奶茶了。Balance is of
有了没？来啦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快哦，两分钟。快呀！别紧张啊，那很快。你不是会按错吗？你的手指。等一下子直播又等一下子还会试图。不是啊，是那个键盘的问题，不是统神手指问题。讲这句话的时候怎么那么靠北啊？这个是账号，我先观察啦。这是账号，然后密码是。好刺激哦，四三分的。如果对面没报到，多少血？多少血？几号？九月十二。是八号的那个、欸。没有八号那种随便打的吧？好妖嘞！四分了。哎呦，你的账密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四分了。干绕赛，我该够绕赛啊！别报道啦，别报道，弃权不敢赛啊！还是奶茶，你先你的报道。至少先抽到爆。哈哈。北七干，真正是，这来真正是来乱的，真正是来乱的。今天你来乱的。干北七。还是奶茶，你的先报道，我们就至少五个。不行啊，那人已经不能改了。哎、欸，你这账号是不是打错啊？没有吧？别说了，他们有两个人没报到啊。没有、啊。操你呆！没有吧？白痴，我们要直接赢呢、欸，你们不报到？哈哈的。是啊。我看他们有两个人没报到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也要最后一秒报哎，四十五分哎、欸。好啦，打完了啊！妈的，气死！妈的屁话！哦。看我，我等那个飞丝，就好，你先报，你先报到，你先报到，你先报到，你先去报到好不好？我已经错两次了。哎、欸，已经有未完成报到，已经未完成问到积三加五积分。老塞，我浪费我时间啦！快点，还可以啦，快去。哪一个？哦，就开不起网页咩？你有不想哦？你用 IE 看看。已经来不及了、哦，我看到已经显示未完成报到及参赛。白痴，干！我不唱歌，你在那边撸我。点数。你在这干？干啊！我下次打成大写的、啊，我都都小写。都小写啊。那没错啊。你那里再弄看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看一下密码，好像有错。干哦哦！哎、哦欸，可以，打开打开，一次开好多个。你说啊，已经未完成报到及参赛，无积分，浪费时间，两个队在浪费时间。哦，我们未报到啊！阿杰一比五还长蛮帅。我刚才吃的那有一大块肉都还没吃到哎、欸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两边都未报到啊！啊，就有一个人爱爬说，就你没有报到、啊。白痴，你妈！你这说不出，等一下打又不会死。我原本可以免费获胜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西门台服第一都直接输掉啊！你这个分身账号赚四的，我要尽力啊！对你这还是分身账号，这还是重点。对啊，你分身账号然后才赚四而已，人家精英第一名都敢放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先把我那个哪里啦？哦，啊，你定这个鬼时间，他们就说每日赛事报名截止时间为开赛前三十分钟，你开赛前三十分钟再报名就好了。那、你自己说你四十四分要报道嘞？我懒得跟你讲了啦，操你他妈的！不要爆粗口啊，小屁孩！懂啦，白痴、哦！你就报道一下，你这我赢的局啊！就跟你说、哦、开不起来，怪我。啊！一开始我是跟你说你账密给奶茶还是什么鬼狗的没的，你认真打，你明明账密还打错。奇怪，不是这个吗？你四十三分才给奶茶，还给错的。对。你说你给对了就算了，好，这点就是有病哦！ESR 就是一个月打12场就好了，
啊，你们不打十二场？十二场通通都没有准时报到。啊，哎、啊，我今天回来心酸哦。以后就会准时报到啦。哦，你这种人，今天不懂那个，我怎么知道网页开那么慢？不是，以后懂了就知道了。怎样？我觉得你把账密给奶茶，什么叫他上登录就好。没事啊。你要跟大家说对不起。谁屌你们啊？你怎么还这么没有礼貌啊？那个，那你再找，我看你再找时间啊，明天看看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不是那个奶茶，奶茶，奶茶在吗？我在啊。那个，你先出来，我先打给你一通。OK， 你们自己播，拜。懒得播了啦！我操！刚我刚才在外面，我就直接把账面给奶茶，叫他帮我用好。好啦，屁孩，不要再鬼叫了啦！好，那我睡觉啦，好，拜拜。真他妈的一堆屁孩！拜什么白目垃圾胖子？不爽自己组五个去打、啊，没看过欧洲的那个中路哦，我是不是开到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累个、啊？